的呢，就非常坐立不安，就在这看着他，到后来就终于站起来，就是要请他坐。后来他同事是，年纪好像看得比较大一点，反正 anyway 就是他同事坐，就是他同事坐下去。就那个男的刚起来没有特别讲什么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坐。”就是他同事坐下去。那结果后来呢，那男的站起来，那男的又开始非常不安，然后一直等忍了好久之后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谁让一让啊？让一下给这个孕妇坐。”他是为什么给人家误会当孕妇啊？就他就有点胖啊，然后那个大陆的那个人又很好心啊，然后他让又没让成啊，就跟那个整车的说：“哎、欸，谁好心让一让啊？这边有个孕妇。”